临床的时候呢，要把腹肌板放置我们顾客的背部，让它压住，好，让顾客躺下来。一定要注意，我们的腹肌板呢一定要紧贴我们的皮肤，就是让客户紧贴压住。如果操作的时候腹肌板上面出现灼烧感的话，我们要停止操作，去检查腹肌板有没有紧贴，确认这个腹肌板。腹部就是治疗的部位，涂抹上我们的凝胶，测过了。然后我们用刮板把这个凝胶均涂抹。开始之后呢，我们就配合提拉移动的手法操作就可以了。操作的时候探头不能出现那种倾斜，这样会导致电流过大烫到皮肤的。我们紧贴配合这个手法操作就可以了。好，本次操作呢就演示到这里，停止操作的话直接将这个探头拿起就可以了。